咁喺澳門大三巴牌坊一度咧，陣間就會上演澳門嘅新春活動重頭戲活動之一，就係金龍出遊。咁而家喺大三巴牌坊一度咧，金龍正係做緊最後嘅準備。咁陣間金龍出發嘅時候咧，就會除咗有呢一條238米長嘅金龍係會遊走澳門唔同嘅地方之外，佢亦都係有多頭嘅呢個繩絲係會伴隨住佢噶。咁而稍後大約5分鐘之後啦，咁澳門嘅當局咧就會係為呢一條嘅金龍去點睛，同埋向在場嘅一啲遊客同埋市民去拜年。咁之後金龍就會係出發，會途經多個澳門嘅主要景點噶，咁包括就係議事亭前地、政府總部、媽祖廟等等噶。咁最後就會去到西灣廣場，咁願意係將祝福咧係帶俾全澳門嘅市民同埋遊客噶。咁而喺大三巴牌坊一度咧，無論係兩邊都係已經企滿咗遊客同埋市民。陣間就會等呢一個金龍巡遊開始啊！咁而金龍巡遊喺大約20分鐘之後咧，就會開始起步噶啦。